件事真的很中西合璧的。其實我又沒什麼限我現在要煮中式還是煮西式。即我只是覺得如果那件事夾好吃的那就是整出來試了之後 OK 的那就節目就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你是不是很喜歡混血兒呢？是啊是即這樣直接說我怕嚇親你。OK, 不用怕我很大膽的一位。OK。好那這裡呢我們都切了一些這些 pickles 啦。那我們呢就加這個蛋黃醬內先啦，嗯，茄汁啦，之後咧呢一個係一個韓式嘅辣椒醬，哦 ，OK， 咁會有個野味啲嘅，即係佢因為有啲好似面豉咁樣，係啊係啊係啊，所以佢有個鮮味喺裏面，嗯，咁當然呢度仲有少少嘅法式芥末啦，啲 Dijon mustard 啦 ，mustard， 純粹係撈埋就已經係一個醬汁嚟，好得意啊！好啦，咁我哋咧而家就可以去開始炸佢啦。其實過時過節我都會整蘿蔔糕，即係無論係真係拍節目又好，可能交班都好，即係總有啲場合我係要整蘿蔔糕，即係所以已經慣咗係每年都會整咯。好，我哋而家就滾咗個油。係啦，個油大概去到咧攝氏180度度咧， okay. 我哋就可以炸炸佢啦。咁啊 ，feel 下先。哦，係喎，有反應啊，有反應啊！如果唔係點樣試咧？篤只筷子落去嗰啲係嘛？咁當然最好係有一個温度計啦。咁真係好準可以知道。咁但 otherwise 可能啲中式師傅、女師傅嗰啲擺個筷子落去，我以為你會擺隻手指落去。佢可能得，但係我唔知道。OK。咁擺落去嘅原因其實係睇咩咧？都係睇嗰啲 bubble 先。啊。因為通常嗰啲木筷子其實你等於炸緊隻木筷子。哦，係係啊，跟住就係見到佢啲。咁你其實見到個狀態，佢嗰啲 bubble 手幾快，其實就有幾熱。係喎，咁其實我見到你呢個都佢係慢慢開始變。金黃色嘅啫喎，係噶，因為始終你真係如果一開始用太大火，又會燶啦，同埋加埋我哋有芝士，所以你見到佢會好似有啲位置會深色啲咧，就係始終芝士就會上色啲，係。同埋我見到你一路炸，你係要 keep 住喺度打滾嘅喎，幫佢，即係一定要一路反一路反一路反。都係，因為我哋撈筆又唔用唔到太多油啦，咁所以我只得一半嘅油喺度。如果多啲油，如果多啲油你就唔使理佢啦，即係你由佢浸過。原來咁，係啦，我哋同節目組反映一下，我哋呢個撈筆真係好撈筆噶。我哋有呢個精神喺度，有呢個精神。即係就算佢有嘅，我都唔用。係啦，我哋專登要做到成件事係好撈筆嘅。即係我哋要感受下嗰個，冇咁點咧？係啦，係啦，就係咁樣。咁當我哋其實呢度炸咗差唔多2分鐘3分鐘咧，其實見到佢表面，我哋睇個表面顏色佢定住，因為好靚啊！佢個餡唔係啲生嘅嘢，即係你完全冇嘢要 worry 裏面，你只要覺得佢炸得靚嘅，咁就可以拎佢出嚟噶啦。哇，好似好好味咁，係啊，唔係好似係真係好，係咪啊 ？OK， 今餐有料到，今晚8點 ，Feel TV。